恁阿公回来啊哦，伊回来吼，甲我报哦，诶，藏经手指的所在，啊，毋过哦，我未记伫倒啊。从找寻金戒指开始，难得返乡的美术系青年，为了阻止阿嬷出门寻金，代替他走遍故乡，却在过程中发现水晶酒地区的文化纵深、历史脉络以及新兴的社区营造过程。于是他决定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故事。其实失忆的不是阿龟嘛，是你，是我，还有忘记这座山城的人。南美馆推出的第四支微电影《山城之音》，以绝美的场景及动人故事，让大众重新忆起这座被遗忘的山城之美。民众可上 YouTube 岛屿的光影点阅收看，深入了解社区在地人文故事，一块关心台湾社造。岛屿的光影这一个 YouTube 频道呢，是文化部为了推展社区营造的精神，那我们特地拍摄了一系列的微电影，在未来将会在这个频道持续的播放，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这个频道。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社长。目前系列微电影正在 YouTube 岛屿的光影频道热播，欢迎民众持续锁定观看。而欣赏山城之音微电影，还有机会抽中500元的全年礼券，观看突破人次更将持续加码。民众可上 FB 搜寻岛屿的光影粉丝团，浏览相关资讯。综合报道。